Hello， 大家好，想问下大家，如果有一晚你哋喺黑麻麻嘅街行紧，得几盏街灯勉强照住到条路，喺你面前有一个背影好索嘅女人，好奇心驱使之下，你行快两步睇下佢个样正唔正，回头一望，发现个女人嘅正面同埋后尾枕系一模一样，冇五官，净系睇到头发。你会即时大叫同鸡咁脚走人啦，定系好似好型咁样一拳打埋佢，再加几句粗口，好潇洒咁转身慢慢走呢？今日吉士想同大家讲一个好多人都听过嘅都市传说——鞭子姑娘。呢个传说亦都流传咗好多嘅唔同嘅版本。如果大家听过嘅版本同我哋吉士嘅有少少唔同，好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同埋大家分享你哋知道嘅灵异传说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快点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啊！如果不想错过我们新发布的影片，记得按旁边的钟仔啊！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，当时香港还是归英国管辖，有大量的偷渡客偷渡到来香港，偷渡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躲在火车里面，然后去到香港的时候就选一些有丛林的位置跳车，当时就有一个20岁的留长发的女仔，就想着用这个方法偷渡来香港。这个女仔躲在火车里面，去到中文大学附近一个丛林位置，趁着火车还未停的时候跳车，怎知因为长的边卡住了在架火车上面，当时火车还是高速地行驶着，所以这个女仔的头发、头皮，甚至有一部分的面皮都被火车扯甩了。但是当时这个女仔还未死，她很努力地挣扎向前，沿途不断地叫救命。可惜当时还是深夜的时间，附近根本是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最后那个女仔都是支持不住死了。这个女仔死了之后，很多都认为这个女仔死得很冤枉，所以觉得她的魂魄一直徘徊在中大的校园，阴魂不散。鞭子姑娘的灵异传说就由那时开始流传出来了。很多人都说在夜晚的时候，中大附近经常出现一个穿白色衣服梳长头发的女仔背影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之前有个女仔在附近惨死，因为怕，所以他们都扮看不到，不想惹祸上身。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个白衣的女仔是人定是鬼。直至有一次，有一个不知道这一单灵异传闻的男仔走过，见到有一个白衫的女仔，觉得她装扮很奇怪。当时他未知道这个女仔就是鞭子姑娘，所以出于好奇地望了一阵。当个男仔经过鞭子姑娘身边的时候，听到她很细声地讲紧嘢，但是太细声听不到她讲咩。于是个男仔就转头，点知就望到一块无眼耳口鼻的面，前后都得一条长鞭的鞭子姑娘。当时个男仔即场吓到晕了，而在他晕之前，终于听到鞭子姑娘细细声道叫紧救命。第二日这个男仔醒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手揸住了一撮头发。他问室友知不知道原来自己撞鬼。另外还有一个传闻，有一个中大的男生在附近散步的时候，见到一个梳长辫的女仔坐在学校的楼梯度喊紧。男仔就走过去安慰，问佢做乜嘢喊啊？个女仔就喊住话：因为冇人愿意同我倾偈啊，所以佢好唔开心啊。个男仔就同佢讲：由我同你倾偈啦，你转下个头先啦。个女仔就话：你见到我个样会惊噶。
點知個男仔就以為自己好大膽啦，係覺得個女仔好怕醜啊，就拍曬心口就叫個女仔唔使同佢擔心，佢天不怕地不怕。當個女仔轉頭嘅時候，個男仔發現個女仔嘅面上淨係得一條長辮，嚇到個男仔走得仲快過寶特啊，差啲屎都飆埋。辮子姑娘除咗跳火車慘死嘅傳說之外，都另外仲有一個傳聞，就係辮子姑娘原來係一個扎住長辮嘅中大女生，因為被同校嘅男友拋棄，於是就喺中大嘅校園其中一個樹上邊吊頸自殺。從呢件事發生嘅地點就怪事連綿，辮子姑娘會出沒喺中大嘅情人路，一到午夜，佢個頭就會吊喺個樹上邊，放條長辮落嚟。當有人經過嗰陣時，辮子姑娘就會用長辮綁住呢一個可憐人嘅頸，揾替死鬼。因為靈異嘅事件不斷出現，所以辮子姑娘出現最多嗰條路被命名為一條辮路，希望可以令辮子姑娘能夠安息。後來辮子姑娘唔止喺中大附近出現，有好多目擊者都話喺旺角啊、荃灣、尖沙咀都見過一個冇樣、前後都長得淨係得條辮嘅女仔，仲有人話懷疑影到辮子姑娘嘅鬼魂照添。如果大家真係咁不幸咁俾你撞到辮子姑娘，唔知道你到時可唔可以迎到尾呢？關於辮子姑娘嘅傳說，吉士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有唔同版本嘅傳說，或者係你親身嘅經歷，都歡迎你喺我哋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哋嘅經歷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